本轮比赛，海港今日一赢啊，把领先优势将进一步加大，给申花以压力。主裁判艾坤吹响了双方上半场开始的哨音。各位球迷朋友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16轮上海海港客场挑战武汉三镇的比赛，但至于说能干多大事儿呢？这就随着比赛的进行看看。还是找了李克，这边又空了。哎呀，传呐！进攻在延续，等他们左脚劲射，看看角球来了。在南通之云打了29场联赛，5个进球，4个助攻。 而且过人能力啊，相当突出。上赛季的过人王，这个赛季呢，完了，前面几场完了，13分24秒，嗯，这球就直接被断，嗯，断完之后你看，这球打得真好，打得好，顺向来球，对，然后呢，直接就打，二话没有，脚踩禁区线。 奥斯卡联赛的第8球啊，之前已经完成了11次助攻，后场横传啊，玩传控，哎，这就属于啊，就是教练，叫什么教条主义啊？不是，就教练他有哲学，告诉我有哲学，他那个哲学，但你得看你什么人在学你哲学，对吧？哎呦，哲学来了，来了啊，吴磊，左脚传，头球，这是有点干扰啊，给顶高了。 打我，这不应该啊！这是好机会啊！双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。哦，球啊，可以。反弹有没有越位啊？这个球确实也不太好顶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莱奥啊，也落下来了。看没，奥斯卡在这儿了。看，所以说海港呢，欧范儿，对，他主要也都是欧洲球员为主，在欧洲效力过的。 这种外援为主，来了，漂亮！2-0，36分钟。你看，就当我们解读，当我们解读这个场上这些队员的位置来回的轮转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局面打开了，他已经把局面打开了，对吧？这两个球丢的，三阵你不低位防守，一点戏都没有。看啊，怎么给他倒进去的？巴尔加斯，哎呀，人行啊，这人行啊，踢大空脚，干嘛呢？这是还要停吗？ 古斯塔沃坐，巴尔加斯打，切，今天这后防二老姜志鹏和任航真是啊，添乱啊！说德拉夫文特的西班牙都不怎么打了，漂亮，好球啊！哎呀，越位，越位，有越位。 一旦丢了，看一下啊，上港的后卫是有漏洞。哎呦，这个球不好说呀。嗯，可惜了。这球说实话打得质量也很高。可以。接了两下以后来了一记抽射，斜掉了。不是这球啊，吴磊是想直接反向，想磨给中间的古斯塔沃。对。看恩里克的位置。 达兰自己完成射门了，但也得考虑李帅下一场是打不了。哦，黄牌。嗯。身体对抗。没扛住，这脚打门质量不高啊！吴磊是一个劲儿的鼓掌，其实传给吴磊也是个选择。更好。哎。 这埃菲尔丁啊，又跟这谁呀、啊，巴尔德换位了。对，巴尔德又到左边来了。对，可能刚想起来，王章已经下场了。这边在上，是王晨章。所以我觉得穆斯卡特
给上海海港带来的这个变化啊还是很大，漂亮啊，是吧？没有反应，还有再有刘殿座没有反应，是冯静的左脚打得漂亮，嗯，局部三打三，哎哎，这从巴尔加斯这儿。快带之后你看啊，突然间快带，然后摆脱，有点越位啊，这有点越位、嗯、啊，进球是越位在先，越位越位，哎，无效无效啊，越位，这个时候主裁判艾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中超联赛第16轮武汉三镇在主场0-2输给了上海海港。